我要做一个真的计划。非常的有趣，就是噔噔，大家看这像什么？我是谁？猫咪的屁股，雪卷的屁股。对，它是一个枕头，但是它尾巴会动。那我们就想说，我们如果把这个塞在妞妞的椅子上，用它平常的被子把它盖起来，露一个尾巴，它回来的时候看到这场景，它的反应是怎么？会不会觉得是又养了一只新的宠物呢？我先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。收到公关名，还有说，妞妞一家好喜欢你们影片，希望能有更多有趣的商品，谢谢你们。很可爱，还有这种像一个零钱包，还可以背出去的意思。它有两层。它开关在哪里？哦，它里面就是一个机器啊。我已经找到它的充电插筒在这，还有开关也在这。哎呦，动了动了动了！还有不同模式的样子，很可爱的，有。好疗愈哦，看到尾巴在动，很疗愈。有点机器神的，会不会被发现？乖啊，你要做好你的工作哦。这个是枕头，要塞进当做猫咪的身体，这样蓬一点。然后这个地方要这样。好，就这样。这样应该蛮像的。那我们再把 GoPro 放进去了，开机。对。GoPro放在这一段，就这样，应该可以。前几天在想，相机这边有一台，这个放在这个底下应该看不太到。怎么办？这边有一台哦。哎，然后我们这里也有一台，把它打开，我看确认一下画面，确认一下画面，在这里。这边还有一台，它没有一直动。我想要说塞一个它比较会一直动的模式。哦，这个，好。然后这一台我放在这边，还妞妞进来的时候，那个是那要拍片，那要拍片。骗他的，让他以为是。我知道他送来我。对，让他以为有一只真的猫咪，我们都有塞摄影机在拍。对，现在在拍。对，在拍，在拍。现在这边有一台，就是现在拍了吗？要再拍，再拍啊！啊，我被拍到了。有，没问题，可以剪掉，但是就是我。你刚刚没有吓到他是什么吗？
你刚刚没有？他一进来他就有看到了。那你刚刚没有去好奇他是什么吗？所以他都一直不坐下去。你刚刚是吓到那是什么？你刚刚是吓到不敢坐下。我问你，你刚刚是觉得是雪卷还是花卷躲在里面的？不是，这个很像假的。这只尾巴太假了吧？那你刚刚一开始进来就有看到吗？有。那你为什么不去看一下是什么？他觉得说你每天在拍影。你为什么？哎呦，你看他真的很精，很难整哎。那你刚刚有没有看到他尾巴一直动？有。很假，还动。你不会很好奇吗？那他就很假，还在动。啊，你不会好奇吗？那就很假嘛。那这样子是整的失败。看来今天整的失败。证明这个商品要再进步，也再做拟真一点。对，这毛妞妞一看就觉得太假了。应该看下次有没有跟家里猫咪一样的尾巴。哦，对呢。它就也是雪卷还是花卷躲在里面。对啊。那把雪卷的皮脱下来烤干净。啊，你一开始有吓一跳吗？看到的时候刚看还好吗？有惊喜感吗？有没有好奇吗？你一开始看到它尾巴在那里，你是在想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说又在拍片？哦，那你发现几台摄影机，让你来找一下。还有吗？有找到吗？有找到别台吗？哎呦，藏得很好哦。妞妞整不成功，我们现在来整雪卷、花卷，这样子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哎呦，很抖哦，你看。说没有成到，我再来整。不对，好，放着下来。哎，他有看呢，你看他在看呢，你看他伸长的脖子在看哦。哎呀，你看很惊悚的表情，哎，哦，他表情好惊悚哦。来，我们远一点看他有没有。哎呦，看我哟，知道我在拍片哦。月姐，你要过去看一下那是什么吗？哎呦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他在看我拍他，他在看呢。对啊，他在看呢。那就会过去。哎呀，要过去了，要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要过去看了。失败。花卷，好可爱哦，花卷你好可爱哦，花卷，花卷乖。花卷，好乖哦，花卷。来拍屁屁，花卷拍屁屁，拍屁屁，花卷拍屁屁哦。雪卷，雪卷你好乖哦。他会怕呢，他会怕呢。你看他比较胆小，他会怕呢。他没有兴趣。这个猫很假哎。怎么假？因为刚才抓那个猫咪，会整只会动，你那条尾巴掉下车就嘟嘟嘟嘟嘟嘟。是你说这样吗？对呀，它只会这样。